联合利华甲吉安医疗协同法人做伙捐赠清洁护肤用品，予台南第一线同一人员，希望因伫疫情了后，若是好好清洁消毒，进来保养家己。其中话题嘛，表达感谢，感谢联合利华甲吉安医疗协同法人的行动支援，予台南市防疫工作真大帮忙。好，我们非常感谢台湾联合利华公司他们所捐赠的一些防疫物资，防疫抗菌沐浴乳，还有防疫的润肤润手乳这个部分，一方面可以防疫抗菌，一方面又可以让手部清洁，而且可以滋润手部尤其很多医护人员，当他们常常在喷酒精的时候，他为了要消毒，必须喷酒精，喷了酒精之后。可能用这个抗菌这个洗手乳可能会有更这个对肌肤会更好，所以呢，我想说一方面要顾防疫，一方面也要顾到我们的医护人员，所以非常谢谢联合利华公司他们所捐赠，另外也感谢台南护理师工会他们对于防疫的急先锋投入在防疫工作上不落人后。